有关网络社群影片为113年3月7日凌晨一时许发生窃盗案件，该报案人于潮州镇光明路段自助加水机遭人窃开，窃取零钱约300元新台币，已依规定受理在案，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清查，已锁定特定的犯嫌，积极查缉当中。